曹董这样讲也没有错。滚地球要来考验张振宇的行进间传球，最后是 out， 要感谢郭彦文啊，处理这个球真的非常快速。现在球不好传，传歪了哈，但是靠队友还是把他补救过来了。最后林鸿璇的左臀部是已经被碰到，对。